鸟松国民中学位处云林县偏乡，当初学生人数不到40人，差点被废校。历经艰辛，设置公办民营艺术国中暨高中艺术实验班，用热忱与理想打造了一座树德兼备的古典艺术摇篮。办这个学校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科技化、商业化，甚至说物质化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开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以弘扬传统的道德文化跟艺术为主的一个教育体系。我们是以古典艺术来作为这个三科发展办学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那舞道呢，就是以中国古典舞为我们侧重的一个舞种，那着以民族民间舞。那美术呢，就是以西洋古典写实的美术为主。那音乐呢，是以中西合璧，但是选曲呢，我们就尽量是选择古典时期的乐曲。以弘扬传统的道德文化跟艺术的办学目标，在课程规划上传授古典纯正的舞蹈、音乐、美术课程，启发学生的艺术天分，奠定艺术生涯基础。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它有一套完整的6年规划的教材。假设说你在国小这段期间你没有从事舞蹈的学习，那也没关系，从零开始，那这套教材都是适用的。我们音乐科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品德的教育，教导孩子专业的课程和演奏技巧的同时，我们也让孩子理解品德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校呢是延续了像法国十九世纪的那个学院教学，也叫系统训练，那跟所有的学校都不太一样。经过严谨的6年的基本功的训练，造型啊、能力啊、绘画的那个能力啊，基本素质就非常的扎实，这跟台湾所有学校不一样的一个特点。2018鸟松艺术实验中学毕业巡回展演从7月开演，超水准的演出令人惊艳。学生的表演看似娴熟完美，实际上立在舞蹈的练习过程中，不知道摔过千百回。他们用泪水和汗水，及扎实的基本功舞出生命力，因为懂得吃苦，懂得脚踏实地坚持，用艺术来涵养他们的心灵，令人感动和震撼。在音乐的洗涤及艺术的感染下，让人不知不觉就沉淀了下来。同学的努力及老师认真的教导，也获得许多肯定跟回响，源源不绝的生命力也为台湾的艺术教育撒下种子，期待未来能开满花团锦簇的花朵与果实。我让我非常的这个惊讶和惊艳啊。那小朋友啊，透过这一个实验中学，那透过这一个传统的古典的这些训练啊，包括这些美术，包括这一个舞蹈跟音乐啊，然后透过这一个传统的古典的这些艺术的一个熏陶啊，小小年纪就有这么精湛的演出啊。教育真的是很可贵，是一种适性教育，因材施教。我觉得师生都发光发热，特别在弦乐的时候呢，那因为那一段是他们自己的编曲，那我觉得他那个曲目呢真的是很触动到我的心。然后在整个乐团的诠释里面，他的一个就是精准度，音乐的一个整合性，我觉得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湛。我相信这些孩子们从就是带着这两个很坚实的这个基础他们到未来不管是从事的是应用艺术或者是纯艺术，甚至是其他领域，我相信他们都会在自己的未来，甚至在那个领域里面都会带来很正面很大的一个扩散的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很希望用这种比较古典的传统的这种艺术跟价值观来慢慢的对这个社会能够产生一些影响。